想不到有一天，我连和中国人聊天都得用翻译了。中国射击队夺金热搜话题，杨倩永远的神，这是咱们联盟的梗，我熟，但后面的讨论真的触及知识盲区了。虽然每个字儿啊我都认识，但连在一起看，着实有点烧脑。这年头不会点街头暗号，看来是没法网上冲浪了。很久以前的互联网暗号无外乎等等，叫你等一下 ZB， 催你玩游戏赶紧准备。但随着更多热词的出现，搞快点，兄弟们，有一说一，阿伟死了，逐渐霸占聊天，而这只能算是入门。虽然但是真情实感，有句港剧，好家伙，方言都来了。 DBQ 是对不起，至于第三 YBQ 是对三要不起。如果你以为互联网暗号只是汉字拼音缩写，那就太天真了。物理不是物理，是韩语物理。我们 NBCS 不是拿不出手，是因为 nobody cares， 没人在意。 BBL 也不是白白了，而是球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球的英文是 ball。现在的网络暗号已经糅杂英语、成语、数字、方言、谐音，乃至言文字、表情包，在他面前啊，摩斯密码就是地点。这么看，还牢记中国话的人，真的就只剩吴京了呗。